艾维塔到台湾演出，许多艺人都前来朝圣，伍佰、天心、胡宇威，还有我们的金曲歌后彭佳慧。OK， 来吧，欢迎。等等，等等啊，等。天哪，这访问真是一波三折啊！好险还有歌后的好歌喉，立刻抚慰记者大大们的心。我觉得大家一听到这个部分，应该会眼泪会流下来。这歌曲实在太经典了。彭佳慧还说，原本要带小孩来看，结果哥哥本来就答应我要来看，然后后来我刚才在家里等他，他就突然间跟我说：“毛毛，我不想去了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听说我会看不懂。”曾在2004年演出音乐剧的彭佳慧被问到会不会想再演出音乐剧，他也说：“当然想啊，可是啊，真的。”我的身份太多了，我想当好妈妈，想当好歌手，又想在朋友之间有自己的时间跟朋友相处，所以那演出舞台剧、歌舞剧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全职妈妈好吗？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